是有微弹性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来我一颗半的拳头放下去，所以呢大家正常尺寸戴就可以了。它的刷色还有它的皮标都是跟你们过去买的不一样，然后这边呢不会过于紧勒，然后最厉害的就是它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腿长腿型去做折放，像我大概折一到两折，那如果你是身高比较高，来我还有两节可以放，大概落在肚脐眼的位置，所以我们今天这样下身就是怎么穿怎么瘦。本身是 S 号身形，我穿 S 号，它大概呢就落在我肚脐左右的位置，其实腰部都还有空间，所以腰部比较肉的女生，屁股臀部比较肉的女生，这边的空间感绝对足够，不用担心。屁股的地方有没有看到有那个海鸥线，就是帮我们把这边视觉压下去，所以如果是这边比较有肉的话，我觉得它的屁股视觉会比较窄小，穿下去都非常非常的舒服。